一并看诊，鸡同鸭讲，荒唐对话，笑翻众人。年轻男病人车祸，我说在哪里？他说在前面南京复兴路。我说伤口在哪里？好，那你伤口拉起来，清一清。然后那病人说这么脏还要清哦，是清洁的清。我就说下礼拜二有空吗？那病人就说干嘛要约我出去啊？我叫你回诊。那病人真的是完全来闹，是你在闹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